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.01公分。誓死血战，扬我威名。谁呀？你知不知道我徒弟已经被我吓死化了？哎，孙悟空啊，西京啊，前往西天取经，你有病啊你啊！愿世界充满爱。我开心，我开心，我开心！神剑呢？我是八。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谎话，但是这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。为什么连你也要杀我呢？还用问吗？我帮你，今日是我老娘大喜之日，大家都燥起来，燥起来。就要你的命！啊！悟空救我！你们要不要做个自我介绍？好啊！妖怪！